直立板，简称 SUP（Stand Up Paddle），设备包括一块大概10尺长、又阔又厚嘅直立板。想方便可以拣充气式。 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直立板教练 Peter。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Peter 早晨，我想问咧，直立板系点样玩嘅咧？我哋咧就会企喺块板嘅正中间，然之后我哋就用支掌撑，左边右边都会交替嘅。咁我哋就会爬到直线，又转到弯，又可以去到好远嘅地方，好开心。你不如睇下我今日嘅摩打得唔得先？ 今日直头系V6啊！哇，呢个仲劲，两个 turbo， 真系真系有嘅喎！不过咧，玩嗰啲独木舟都系咁样爬下嘅，同直立板有咩分别咧？独木舟咧就坐喺度爬嘅，咁我哋咧就会企喺度爬嘅。咁企喺度嘅好处咧，我哋可以见到多啲风景啦，个心会 free 啲啦，自由啲啦，个人会超啲咯。不如即系教下我哋点玩而家。 纸上谈兵，你两个嗱嗱临攞块板过嚟，我喺公海等你哋。好，好 ，Baby， 你嗱嗱临攞两块板过嚟，我喺度等你。咪出公海杀人啊咩？系啊，Peter。系啊，快啲啦！嚟紧啦！快啲啊！平时见你对 Under Gun 又冇咁恶嘅，会系咁噶，其实。喂，嚟啦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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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喂，我中。 绑好条脚绳，带埋支可以调节高度嘅船桨，之后稳搭水流稳定，水面平静嘅水域练习平衡力。教练啊，我哋都踎咗好耐喎，有冇教下我哋点样即系可以好似你咁直立咁样玩咧？其实咧，板嘅中间咧就喺一个手抽位度嘅，最平衡、最唔会跌落水嘅。咁我哋可以爬两掌，俾少少速度，跟住双手打横支掌，揿喺板面，然之后时常试企起身，记得挺直上身。 少少微曲脚，用个core去做平衡嘅。哇！起，耶！唔错，耶！好，俾啲速度先，奶仔，速度，有冇速度嚟噶？劲啊！企得啦，好，揿低，双脚微曲，挺直上身，收风，动支掌喺板度。哇喂喂，好好。 B B 1:0，好，俾一次机会，好，俾一次机会，嚟啦，好，慢慢起身，感觉下先，舒服啦，就爬啦，爬两掌，其实我哋啲掌落掌嘅位置咧，就要贴翻喺板边度嘅，跟地咁样喎，做得啱，完全系平时屋企嗰啲遮遮扫地喎，哇！ 嗱，有啲浪啊！哇哇哇哇！keep住爬就唔会跌落水噶啦。系，我keep住爬又唔会跌落水，即系好似做人咁样，不进则退。冇错，如果你想转左边，系可以将支掌摆左边，将支掌倒后爬。哦，咁就可以转翻噶啦。跳，将支掌摆右边，摆右边系啦。左转边。右边嗰边跟住倒后爬。哦，好，转呢边啊啦。 喂！你又跌？喂，小心小心！哇！佢想杀死我，点死我啊？有你，我连艇都反埋喎。系啊，试下睇下自己反唔反到啊！冇错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好，再试下艇尾爬翻上去，眼睛望住艇头。 点解赖嘴要不停跳落去啊？喂，咁啊，系咪？教练啊，系。咁我同 Phoebe 两个都学识咗直立板嘅简单操作，向前、向后、转左、转右咁样，即系话我哋而家可以征服呢个海洋，系咪？冇错，我哋尝试去第一个岛度。好 ，Phoebe，、okay. 我哋带你 go go go， 等我带你环洲。好 ，Let's go。